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我在。几点了？现在是早上6:50。十分钟以后叫我。今天去上海穿裙子合适吗？小爱同学，把地扫一下。我想听 FM88。打开支付宝，打开数码空气净化器。红包怎么？今天晚8点吃药。微信给曾迪发88.88元红包。仅此而已吗？春运关键时刻，手速不够，步骤复杂，苦等放票，交给小爱吧。小米联合去哪儿旅行，打造 AI 上的春运，帮每位米粉语音实时抢票。只要对我说，买2月14日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，就可直达票务页面。小爱还会为你化身悬浮球，始终在线抢票并播报进度哦。小米多渠道资源合力发声，精准触达米粉，助力回家团圆。 AI 上的春运活动受到一致好评，没想到说了句话就抢到票了，既提高了用户产品体验，又实现了广告主品牌和效果的双赢。 AI 加 IoT 呢，会给大家带来越来越美好的生活。